你这么关心他干什么？饿了给你买吃的，冷了给你衣服穿，你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说说啊？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，你打算去哪？我打算是去佛林院的。 现在，情况，我能跟着你吗？你去哪儿我都去哪儿，你不要把我送回去。小傻瓜！看星星陨落，孤孤的。